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五月七号公司台记台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金门的旅行者也旅行业者小威强帮中央在台湾发展组织20天，金门地方法院一审以违反国安法定罪判15天。帮玻璃总队抓到4个嫌犯利用非法的机上客信号开发 APP， 介绍只有机上客的1/5，台湾跟日本的电视台拢受害。有民众接到感情通知讲发单过期无啦，结果信用卡被套路，警方强调讲发单拢是用假，感情拢是诈骗。新闻开始来看，金门的旅行社业者邵威强，被指控对2002年开始帮中共在台湾发展组织，吸收前陆军上校向敌人等人投降。昨金门地方法院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定罪，判伊15天的有期徒褫夺公款4天，会当去上诉。就拿到麦克，就记得必输必输的，这位就是邵威强。伊做记者几多年了，专业做旅游业。敢若是予中共吸收，涉嫌收买咱方的军官，伫台湾发展强谍组织，予检方起诉。金门地院伫审理了，一审判有期徒刑15年，褫夺公款4年，最后也过当上诉。他为大陆发展组织是那个厦门的示范的，厦门市示范，就从1991年到111年查获为止。邵威强替中共发展组织20年，不过两位在职的军官被吸收。范宜光伊的行为打击国军的士气，严重影响国安。一直到法官审理的时阵，才承认犯行，依照国安法判12年的徒刑。甚至还佫查出，伊从事地下会队，最近的金额到9000万，依照银行法判5年的刑期，合并应该执行有期徒刑15年。迄个向中共挖苦的军官就是指挥。日军的前上校向德文涉嫌签投降承诺书。也阁收1个月40000块的内应费，答应讲伫两华发生战争时阵为中共出力。严国义即间被依照贪污罪论处，高雄地院判伊7年6个月。大概是针对量刑的部分，这个早就提了，都已经在二审审理了吧？高雄地检署以量刑伤低为理由，已经提出上诉，只是同一件案件涉案的两个人刑期却是2种刑。记者综合报道。玻璃总队抓到一个犯罪集团，计共有4个嫌犯。因开发一款 Android 系统使用的 App， 利用非法的机上 App 直播的信号，为何消费者来收看？介绍只有机上 App 的1/5哦。有20间台湾跟日本的电视台受害，警方嘛讲哦，这根本是盗版中的盗版。警方破门入去犯罪集团的机房，当场查到伺服器主机、非法机上盒仔，全部拢是盗版影音犯罪证物。对 ，GPS 主机那是。玻璃总队伫咧台中基兰顶地查到4个人的犯罪集团，因涉嫌破解市面上卖非法机上盒仔直播信号，搁再家己开发一款形骸电视的 App。提供民众立即下载这款非法的 App， 介绍无到机上阿爸的1/5，也可以使安装伫咧任何 Android 系统的手机甲电视，甚至也可提供高解析度盗版电影，侵权高达18亿。范险设计开发后于网络贩售，价格不到机上盒的1/5，且能轻易安装于任何安卓系统，侵权市值达新台币18亿元。警方表示，收到侵害包括国内15间电视公司，也有日本 TBS 等5间电视台的智慧财产权。日方已经委任中华民国卫星广播电视事业商业同业工会，也有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提告。インターネットが普及しまして、デジタル化も進展しています。そういった中、台湾 IPR 警察におきましてですね、迅速な捜査によりまして、コンテンツの保護ということに。警方表示，盗版影音技术不断更新，这个是头一次查到个人自制非法 OTT App， 却被称作是盗版中的盗版。目前推估有1200多人来买，专人以违反著作权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记者台中报道。来看顶个月有一对韩国来台湾佚佗的男女朋友，伫个回国的前一日，女朋友摔死伫饭店。这个查甫讲哦，伊的女朋友是无顺利跌倒，也毋过警方发现讲死者的头壳有空缺，男朋友涉嫌重大，检方申请羁押，法院嘛已经裁定收押禁见。高雄市警局的监视小组赶来到韩国一个姓李的女子电视的饭店采证，
检警一礼拜来查访，发现死者加死者的查某朋友，敢那是有感情的纠纷，也几多遍和对方暴力对待，再加上发现查验死亡原因。发现死者的头部有和丁文杰共过，不是查甫朋友所讲的跋倒，种种的疑点和检警认为查甫朋友嫌疑重大。两人间存有情感纠纷，具有犯罪动机。检官认定被告于发生争执、拉扯冲突后，持钝器下手行凶。案件发生在顶个月二日，这对来台湾旅游的情侣回国前一天，查某朋友死亡，检警无排除是查某朋友杀人，依照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羁押，要按10万块交保，犯罪自估。检方认定嫌犯有密情串情加逃亡之苦，理由申请羁押禁见。被告虽否认犯罪，为审酌相关事证，认被告犯嫌重大，且有事实足证有逃亡、灭证、串证之余。故预知羁押。高雄地方法院初四下昼开羁押庭审讯，伫暗时裁定羁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又搁有找头路洪冠凯诈骗案件，桃园市罗德分局抓到一个犯罪集团，因伫网络刊广告找人，讲耍游戏得当赚现金。有民众去应征，人就洪冠凯，查到计共是有38个受害者，警方嘛救出9个人，抓到10个嫌犯。专户普通破门入去，桃园路的分局去年八月接到南华一家社区大楼保安发生暴力攻击的案件，其中一个被害者未堪忍虐待，便过阳台逃出保安，警方赶到现场，成功救出9个被害者，不过嫌犯早都已经躲到无影无迹。警方成立专案小组，继续追查不法分子，调监视器，分析集团成员身份甲别所在了后，报请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罗德桃园鼓山分局，甲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共同执行查缉搜查，总共抓到涉案的主嫌等10个人到案。当场查获犯案手机等赃物，本案经清查共38名被害人遭拘禁或诈骗财物，不法所得高达1710万。警方表示，黑帮组织人车诈欺集团用假求职、真诈骗的方式，先在网络顶找人广告，讲是拍游戏就能赚真高的薪水。那被害者受骗，马上赶紧敲出银行的假金簿啊、行动电话，断绝对外联络管道，搁威胁被诱去柬埔寨诈骗集团工作。专案信号以诈欺加组织犯罪防治条例顶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诈骗感情最近又有新的手法，那数民众最近有接到交通单位公务罚单过期阁无来的感情顶头，就算有 gov.com 这款政府单位使用的网址其实拢是骗人的。买件有超过50民众因为点入去网站，信用卡被套路了。交通局跟警方拢强调讲，所有的交通罚单甲过期的罚单拢是用假的，感情拢一定是诈骗。手机背咧，刷桥上收到一条交通罚单，过期无来被更新，就惊互人愈罚愈重，部分民众就开始咧紧张。不过高雄市交通局特别拨会，讲无论是交通罚单，也是过期无来，拢会是假批通知，那是收到更新的，黑当中是诈骗。所以你想要确认的话，那有两种方式哈。第一个呢，就是上我们的交通部公路总局他们监理网哈。那监理网哈要注意，我们的所有政府的网站哈，最后都是.gov.tw 哈。那你上这样的网站，可以去做一个查询。交通局甲警方提醒，只要接到罚单的短信，拢会打一条看起来那亲像是政府机关的网址，点落去了后，就出现立即画面，只要把信用卡资料留落去，就会随后人套路。目前全国已经超过50个人受害，敢若高雄就有7人中计。目前高雄市警方统计受理总计7件，那财损金额为新台币16,835元。警方呼吁民众违规的罚单不会传简讯通知。科技执法愈来愈普遍，不一定谁会知影家己去用开红单，但就真够收到感情诈骗。所以无表示，就算讲网址有写 gov.tw， 嘛只有网址的第一单，尾线头前是 gov.tw 做尾，才是政府机关的。提醒民众收到不明的感情，卖阁转给别人，避免人阁误解受骗。记者转报道。
来看嘉义水上乡一间汽机车回收场，伫昨暗头啊六点外着火哦，火烧到正尾，佮一直传出爆炸的声音。空军基地消防车嘛，进去斗三共拍火，伫暗时九点火才拍花，佮再无人着伤。大火一直冲到天顶去哩，火场也佫一直听到爆炸的声音。即间伫咧嘉义水上乡中山路二段的汽车资源回收厂，随时暗六点外发生大火。嘉义县市消防局接到报案，总共派14台消防车来拍火。正在烧起来啊！迄范围车要哪点拢起油呢？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阵，回收厂已经规个拢着火，一挂报废的车内面也过一挂机油加汽油，所以火烧到正尾。现场也过一直听到爆炸的声音。最上乡长协调空军基地消防车到三港来拍火。我协调那个空军的那个消防车，那消防车它是泡沫车，而且它那个可能它的马力比较强，因为它那个打出来的水可以打比较远。火真大，乌烟冲到天顶去哩，连伫哩2公里外东西向快速公路赛车，拢会人看到天顶的乌烟。回收厂的业者敢那是惊过头，上边治疗。啊，头家讲惊者讲去病院哦，系啦，啊可能无爽快吧，哦，我惊叫伊去病院较贵，那边比较烦恼。现场摊销的面积差不多1000平方公尺，伫暗时9点5分，火已经拍花，无人掉伫哩内面，也无人受伤。记者综合报道。以前灯河哦，也唔过灯啊病毒开始的时间，今年到今已经有3件灯啊病毒当前的病例，有学校嘛因为校外停课。数字显示讲，灯啊病毒的病人是愈来愈多，关注最近6天同期的平均，所以提醒大人囡仔哦，得爱直接洗手，出门登去处理得爱先换衫，做好防护。囡仔用跳舞的方式提醒大家都要过来洗手。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转好，不过肠仔病毒却开始在流行。花莲县已经有3间幼稚园、1间国小因为肠仔病毒群聚停课。另外，在台东也有一回10个囡仔染到肠仔病毒当症。酒精消毒会比较没有用，要用漂白水，所以特别要提醒大家。它其实它的2个传染途径主要还是在接触传染跟飞沫传染，尤其是接触传染。过去这3个礼拜以来，我们的肠病毒每个礼拜是以25%以上在成长。过去这3个礼拜累计增加了138%。疾管署统计资料显示，今年至少有3例的肠仔病毒重症，还有8例的轻症。以4月16日至20日这礼拜来看，国内因为肠仔病毒去看医生的就7000多人，顶礼拜是5000多人，算起来是加40%多。治病的个案嘛，比最近2年同期较侪。疾管署各病区管制中心嘛，发现肠仔病毒除了伫咧咱国内，另外中国东北亚也个东南亚嘛，都咧传烧。在疫情之后，蛮多小朋友的，不管是肠病毒啊，或是一些小朋友的肠胃炎，都蛮严重的。对，所以就是这一块，就是只能不断的叮咛小孩做这件事情这样。究竟对肠仔病毒的压制效果有限，高雄市府提醒家长，会当甲漂白水透布去消毒环境，也着定定清洗囡仔的佚佗物啊。全高雄市有6间肠仔病毒重症的急救责任病院，高岁以下囡仔若是贪眠、意识无清楚，还是一直咧吐，拢着随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市场的各类菜最近价钱是真俗，中华北道农会就买200多吨的各类菜来包水饺，卖去超级市场。因为菜真俗，所以水饺嘛卖了较俗，一粒是无到3元。各类菜的价钱又搁伫要崩盘咯。农粮署是表示讲已经有提出警告，也唔过嘛是爱尊重农民。学者是认为讲产销机制应该检讨，卖讲科鲁讲对仔啊得来开始管控。拍开水饺的奶阿爸甜阁多只，民众今日来食看卖啊！中华报道顶农会最近推出这款高丽菜猪肉水饺，吸引民众来抢买。农会表示，高丽菜价钱真俗，为了加大力度来帮助农民，农总采购了230吨的高丽菜来制作水饺，价钱低到比往年较俗，还阁促销，希望吸引买去。阮做菜的成本吼，一粒啦，好2元左右啦。啊，因为吼，这水饺算真材实料，啊，咱的猪肉嘛用彰化健康猪。根据农粮署的资料，这礼拜各地菜批发均价，达公斤大约伫9.5元左右，价钱是相对低点。
农粮署表示，如果高丽菜在今年五月会使采收的面积有571公顷，比往年加出了52%。而今年二月中旬，高丽菜的金苗量是呈现红灯，比最近三年同期增加了21%。虽然二月下旬转做是黄灯，不过金苗量依然比最近三年同期加出了15%，市场供过于求，造成价钱一直落。没有那些叶菜，那你的高丽菜价格就会更好。那但是今年不一样，今年到现在没有什么下雨啦。嗯。那所以林地的叶菜它其实生长的情况也相当的好。生产者的角度，它就是经产销班、经农会的建议。这个种菜的小农，他们是没有这种知识或者是能力去做这种风险的品管。学者建议，产销跟供苗机制应该检讨一个适度来管控。而农粮署表示，供苗事件已经建立真侪年，不过因为气候多变，一直尊重市场机制，而且回归农民，家己来评估要种还是不爱种，预算在五月中旬，继续会使渐渐平稳。记者从华采访报道。来看国际新闻，最近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受到无人机的攻击，虽然乌克兰否认讲是因发动的，也毋过俄罗斯嘛是搁指控讲，这是美国伫背后使人乌克兰发动攻击。美国白宫是强调讲，因绝对无用任何的方式参与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伫初四去荷兰访问，嘛去国际刑事法院发表演说，伊讲必须爱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普京来进行审判。在恁两台来历不明的无人机打算要攻击克里姆林宫无成功了，随时在克里姆林宫元老院的天顶看到乌烟，看起来敢那是预注定夺回。莫斯科一开始就讲是乌克兰方面所做的，后来又讲美国是幕后黑手，但佫无提出证据。что решение о таких действиях, о таких терактах принимается не в Киеве, а именно в Вашингтоне. А Киев уже исполняет то, что ему говорят.对此，华府否认，讲武装支付是防卫，并且甲被非法侵占的领导抢夺。The United States was not involved in this incident in any way, contrary to Mr. Peskov's lies. That's what they are, just lies. 俄罗斯外交部讲，绝对会对这场攻击做回应，也显示基辅无想要上谈判桌结束战争。随时一台无人机伫咧飞过基辅天顶时阵被拍落。伫迄天，俄军有派20几台战略无人机去乌克兰，四天内三遍攻击基辅甲乌海。刚是奥德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迄天是拜访荷兰，拜会国际刑事法庭。We all want to see different Vladimir here in the Hague, the one who deserves to be sentenced for these criminal actions.Right here. 荷兰之前已经答应讲要甲丹麦买14台新百里坦克，按算百里的交货。另外，将会和乌克兰两套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也可以派军事法系专家去乌克兰协助调查战争罪。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2021年1月，美国总统拜登选赢，当时川普的支持者冲入去美国国会，迄当时的冲突造成5个人死亡，其中有一个警察。美国一个右派团体交五男孩的领袖甲三个成员，互提出控诉。初时陪审团是判因讲犯着强谋不乱罪，佮妨碍执法、阻碍国会认真大选结果的罪名。目前是还袂确定讲会互判偌久。2020美国大选了。基友的组织交予查甫囡仔，几落遍伫咧华盛顿特区游行，抗议选举的结果。2021年1月7日，国会骚乱事件内面，更加有100华为成员参加，事后几落人被逮捕。经过4个月审判，交予查甫囡仔郑秀玲，一个三位成员，拢被判几落项重罪，包括强谋加煽动叛乱，做了正常程序，未无做了例行公证，破坏国会大楼的墙壁等罪名。The evidence presented at trial detailed the extent of the violence at the Capitol on January 6th and the central role these defendants played in setting into motion the unlawful events of that day. Today's verdict makes clear tha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will do everything in its power to defend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American democracy. 经过华府陪审团要加4个月审理。听出几落十位证人的证词了定罪，
对司法部来讲是真重要里程碑。司法部即马已经对涉案的两大极右派团体，交予查甫囡仔加受试者的首领，分别作出阴谋叛乱定罪。The conviction itself is incredibly significant because this is a very rarely used charge. It comes back to the Civil War, and it's only been tr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just a few times. But what prosecutors have shown is in connection with January 6 cases, they've been able to secure convictions of some of the leaders of top extremist groups who they say plotted to try to obstruct the official proceeding of Congress or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虽然辩护律师讲，因从来无计划伫迄天要冲入去国会大楼组织选举投票，而且新闻所发布的信息跟影片只不过是含班粗俗的言论，根本毋是针对美国政府的煽动性阴谋。严格受试者有两位首领伫去年底已经被定罪，伫这个月司法部也会宣布具体要求的刑期。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台海局势，全球拢在关注。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指出讲，若是台积电因为中国打台湾停止生产晶片，全球的经济损失一档大约是一兆美金。也唔过哦，情报嘛评估讲，习近平应该是想要以和平的方式来统一台湾。美国国防情报局是认为讲，习近平的第三任期会佮加强对台湾施压的力头，因会密切关注。台海情势变化万千，美方随时伫注意。国防情报局局长博瑞尔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了后，加强对台施加压力。国防情报局会密切分析习近平讲的每一字。Xi Jinping and his style of communication, he has been on a long-term campaign to oversee China's rise. Now that he's in his third term, we see his rhetoric picking up.I believe that there are a number of dates out there that mean different things to different people. We've talked about 2025, 2027, 2035, and 2049. 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指出，若做台积电因为中国反台停止生产制造晶片，安尼致使全球的经济年损失达到一兆美金。不过，根据美国情报评估显示，习近平也是偏向用和平的方式统一台湾。We continue to assess that he would prefer to achieve unification of Taiwan through peaceful means,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he is and has directed his military to provide him with the military option, essentially to be able to take it without concern of our intervention.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ill have a meaningful impact on his capacity to do so and also his decision making, presumably. 根据人民报道，前北京国安顾问欧布莱恩最近接受访问的时阵警告。中国武力侵台真有可能在一至两年内就会发生。美国、日本应该协助台湾防卫，并予因外交的力量支持，迄惊阻止中国。We have also seen outstanding performances from our women athletes in international sporting events, and have given Taiwan a stronger global presence.总统蔡英文出席女性体坛国际摄影比赛颁奖，利用运动外交，让世界看到台湾。啊，不过奥布莱恩三月访问台湾的时阵，也提出全民应该学会用用枪，这原来引起全民国防意识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等台湾企业是反映讲，因伫美国赚的钱，就爱先纳美国51%的税，比南韩甲澳洲企业悬一成。另外，佫爱先扣汇转来国内的股息，有相当缺税的问题。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最近就提出台湾租税协定法案，授权拜登政府加咱台湾签租税协定，有机会来解决台湾企业将上脑筋的相当缺税问题。美台两国贸易关系密切，为解决双重扣税问题，美国民主党加共和党籍真侪联邦参议员初时正式提出法案，授权拜登政府加台湾签租税协定，强化台湾企业伫美国投资的联盟。过去我们也跟很多没有邦交的国家呢下签这种双边投资协议，能够让我们台厂呢跟其他譬如说亚洲国像南韩的厂呢在美国呢投资呢获得这个平等的对待。参加提案的机关表示，中国运用高压手段阻止台湾参加国际经济合作。
亲像这种税务协定的协议，会好比国家台湾企业避免遭到上庭扣税，也避免逃走税。出坛高华富参加美国商务部主办的投资峰会，行政院政务委员戴进忠也向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争取，美国晶片法案补助对象扩大到晶片制造商以外相关产业，得到正面的回应。The U.S. remains the best place in the world to do business and invest, and under President Biden's leadership, that's more true than ever. We're going to be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more investments and more business to come.除了这摆上庭扣税问题，甲争取晶片相关企业补助有进展，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苏默甲共同委员会领导人也计划推出《中国竞争法案 2.0》，强化美国在科技安全甲台湾问题方面对抗中国能力。We must continue to det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rom any conflict with Taiwan. The Xi regime is working every day to catch up and surpass the United States.There is no reason our two parties here in the Congress and in the Senate can't come together. 苏默提及的这项立法建议，按算会为美国关键技术领袖提供更加多投资，更希望华盛顿能提供世界其他国家除了北京所倡导的“一带一路”计划以外替代方案，用来抗衡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记者综合报道。法务部矫正署昨发新闻稿讲，台中嘉嘉参考病院诊断，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第34届申请宽限，核定这届宽限是等到8月初4。前总统陈水扁伫初二为着后生陈志忠被判刑，褫夺参政权去总统府定情，外界质疑讲伊踏着保外就医的红线。矫正署嘛请台中嘉嘉收集事证，看敢有违法。台中嘉嘉表示，讲已经先打电话提醒陈水扁，得爱注意保外就医的行为。矫正署嘛表示，讲无排除会要求陈水扁去其他医疗机构检查，提供后一届保外就医等安心查。佮来看，为了强化全民防卫，警政署最近是积极调募18岁到40岁的民众，家己义诊还是民防。有警察局就派警察下班了去集运站夜排啊发宣传单。国民党立委是质疑讲，民进党政府为着选举造成民众的惊吓。也毋过，内政部长林佑昌是批评讲，民防的工作，国民党伫过去执政无做，坑的烂。即马选举要到咯，又个吓惊民众。空袭警报响起，台北市遭受飞弹攻击。台北市民安高雄演习，市政府演练调度整合海区内资源，运用民防的力量应对战时等灾害。为了强化全民防卫概念，警政署发文章要求全国各警察局总动员，招募18至40岁的民众来加入义警，也是民防的行列。不过，说好人之意加强调募兵力，是要推杀战时的准备。内政部长林佑昌赶紧出来背话。这个民防的部分呢，说实在过去都在摆烂，所以这个年龄都偏高。民防的工作是几十年来都在做，那世界各国也都在做，所以不要去渲染这种战争的一种恐惧。民防体系编组，其中民防总队差不多90000多人，由地方政府编组管理辖区内民防任务。警政署是要求警局动员招募民防义警，当年要接受10至8点钟的训练。民防总队主要有4大任务：空袭疏散、治安的防护、协助灾害防救、支援军事勤务。啊，不过警界出身的那位姚玉兰，伊是质疑，若是讲要推杀战时的准备，应该都要另外成立专职单位。啊，不是扩大招募民防，而是讲让警察增加军事训练规划。摆明着这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要这些精壮的年轻人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当你的后备队，还是要当神风特工队？很多的义警现在年纪也会相对的年长，所以如果能够有新的年轻的义警加入，我觉得是一件好事。这个跟战争，我觉得没有特别的关系。若是有远警下班后到集运站夜排发传单协助招募，增加警察的勤务负担。林佑昌是讲，招募方式真多元，建议爱有趣味，而且民众阁会介意。民防民力定心招募有这个必要，提出新训练课程，和民众学着新技术，阁加参与当作真公营，这原来是关键。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22个县市已经有19个县市的代理教师，一年可以领到12个月薪水。
也唔过最近说发现讲有部分管区要求这个代理教师伫歇寒歇热同款爱来学校上班，这会当领全薪哦。甲一般正式老师嘛是阁有无同款的待遇，实在是真无公平。你要同意寒暑假到校才能延长聘期。提出部分关系的教育相关文件，代理教师工会表示，虽然在今年一月底全台已经有19个县市宣布111学年第一学期都实施代理教师全年薪，但不过看起来是为何教师权益背后，所以又产生争议。南投县是不仅要求你寒暑假要到校，你还必须配合行政。屏东县以往就已经要求，如果你是领部分领全年薪的代教师，就是义务到校帮忙代班。现在只是回归给予代教师应得的薪资，这不是额外多发的薪资。工会指出，代理老师甲一般老师同款爱上课备课，煞无法度立正立足。进前还阁承担一年只有10个月薪水的同工无同酬的待遇。即马虽然应领全年薪，所部分的管区要求休假休假期间爱处理校务、办理休假辅导、执行专案等各种的工作。反倒当一般老师就兼行政级的人，需要休假休假个好好。本来有这个缺，应该要招聘正式的老师呢，可是他却代理教师，啊，那显然这个就是一种不符合规定啊，那就也是用伪装法律关系。但这个钱是中央出哦，那就应该依照我们当时教育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哦，那保障我们代理教师哦，不应该就是任由地方县市政府哦，那这样子滥用人力哦。教育团体甲立委认为，目前伫修正有告的高中以下学校兼任代课甲代理老师聘请办法草案违反劳权原则，要求教育部爱修正，各县市也应该履行承诺，予代理老师无设条件的全年薪水。教育部伫这个进程也未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国内这几冬哦，大量对越南进口鹅啊，111年进口超过3000吨。也唔过最近验出讲越南的鹅啊皮素的含量超过标准的500外，李伟是批评讲政府对进口鹅啊来源标示无清楚，和消费者无法度判断，销售嘛无帮民众来把关。销售是表示讲，因在加强抽验，水气所嘛已经开发一款新的技术，会当准确来区分国产甲越南的鹅啊。人个人爱食海产，尤其鹅啊，特别是假期。这几年大量自国外进口鹅啊，尤其是越南的鹅啊，自106年进口150吨，到111年已经成长到3023吨，6年就增加28%，是进口鹅啊上大的国家，占比是到90%。严格即马验出新的含量超过标准5倍，那长期食恐惊引起肝、腰子、胆等腹内病变。李伟讲，政府对进口鹅的来源表示不清楚，食品把关不够严。在中国广西养的鹅啊，就用直接运到越南，就转换身份了，啊，变成越南鹅啊，然后直接到台湾来。通关的时候，我们做3阶段的来，三个标准来管理。第一个就是按照规定用一般查验。那一般查验如果发现它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会提高，就变成加强查验。那在如果发现在有新的风险产生的话，就会变成逐批查验。李伟要求爱做好三地标识，扩大进口查验。对此，食药署回应讲，针对越南的鹅啊，升级到二级管理，采取加强抽检。市场的稽查部分已经启动跨部会联合专案，针对私立的业者、下游的业者。国内业者一个养殖户进行查核，目前是无发现越南的鹅啊混合着台湾的鹅啊。食药署表示，进口鹅啊输入在乎三地卫生证明。严格立位质疑，伫咧当地要买检验证书真容易，所以应该做到逐批检验。越南进口的来说，因为它大多数都是就是提供这个官方的证明文件，那是生鲜的。那我们几乎是都是逐批查验。如果你标示，你很清楚标示台南就是这样，台湾的牡蛎、本岛的牡蛎，那我们100%不会给你判断为进口。越南的鹅啊，抢占台湾的饲牛，影响国内养殖业者，怎么讲验出有毒的物质，引起时间的疑虑。对此，水气所开发出监视技术。有97%准确率，会当辨识出国产加越南的鹅啊，提供检验单位追溯来源。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维护台东的空气品质哦，台东县环保局伫台东大海的台东校区鲤鱼山附近设空气品质管制区，对九月初一开始会透过监视器甲车牌辨识系统，直接取缔无取缔牌去检验合格汽机车，上者是当罚600元。在路的开车常常会遇到头前的汽车汹汹冒出很臭的乌烟，让人很不爽快，提醒民众要注意。台东县为了让民众和观光客闻到台东的好空气，今年在台东市人较多的铁花新社区，也包括台东大学、台东校区、鲤鱼山加中文站，为了空气品质管制区，各用科技执法，为九月初一开始直接取缔管制区内无得到当年排气检验合格汽车，会让人罚500元以上60,000元。除了稽查人员之外，另外也会透过所谓的比较偏高科技的设备，那所谓的车牌辨识系统辅以摄影机这样子的科技执法方式。环保局表示，科技处提示规工在执行，有民众认为这对台东县的空气品质维持会当发挥真大的效果。按过台东县老旧汽机车真多，维修区阁是伫市区主要的道路，有民众是希望会当有更较长的宽度期，好驾驶人适应。说前后车的话，你就不会闻到别人的那个废气了。我觉得他应该要提早跟我们说。环保局是讲，今年三月已经透过各种管道宣传，到九月初已执法有半年的时间，希望老旧汽机车的车主要按时检验车辆排气，得到合格标准才上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华人的嘉宾山区哦，最近有塌海，80公顷的山区，其中有10公顷损失真严重。县政府是呼吁农友要特别注意，若有发现就随通报，县政府会协助防治。嘉义花莲水尾的嘉义园区农民当地检查嘉义果是毋是有去予嘉义虫咬过，裂开果肉了后，果仁都好亲像生虫飞出来，予咬过的豆仔无法度烘，对品质甲产量有真大的影响。变瑕疵豆，不好的豆会很多。这个豆能够拿来做烘焙吗？就是不行啊，就不行嘛，对不对？变成是要淘汰掉的豆了。水尾乡农会表示，较早咖啡果虫是刚在南投发现，今年2月所开始在水尾出现。目前包括光复乡80公顷的咖啡园，已经有10公顷受害，呼吁农友加强管理，并停止出入其他的咖啡园。那因为咖啡木渡它会夹带在人的衣物上面，来做一个传染。那如果农友有发现这个咖啡木渡的部分，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危害的部分把它修剪下来，然后用焚烧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为了避免塌海摊开，县政府已经请地界农场、台东分场协助治理，也希望农民会当最好参加的监测跟管理。主要是清园，就是像一些落果的时候要清掉，然后不要再移到其他的咖啡园区。然后接下来就是悬挂那个诱引器，最好是整年度都悬挂诱引器会比较好。县政府讲，除了会甲地界场合作协助农友防治以外，后续原来要函文建议中央建立咖啡果糖监测标准。农友若是有防治技术问题，会当向地界场台东分场去协询。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一定有发现，讲最近这几冬哦，路边的药局是愈开愈多。财政部统计讲，去年咱全台湾的药局已经超过10,000间了，比 Seven Eleven 更加多哦。一冬的营业额嘛，将近1,700亿。药局为着要吸引人客，出头是真多，有的药局阁兼卖胖，咱做回来看卖。在鸡鸭路，你敢有发现？在台湾的鸡鸭路，四界拢会当看到药局，甚至是短短100公尺都有2间药局。第一个当然是要看起来就是比较现代化，然后比较明亮式的，然后里面的装潢那些会让我看起来比较舒适的，才想要走进去。新旧都无所谓，最只要他们整理干净。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去年全国的药局有10,584间，药局是比 Seven Eleven 更加多，创要四年来的新高。去年销售额是到1,669亿，今年增加7%。有些药局他会想出不一样的方式，譬如说复合型的，或者是异业结盟的，那一家店开两种形态的，或者是代理一些国外的一个保健食品的一些品牌。
好，那其实是满足国人的一些需求。卖厝的中人认为讲，台湾时代人是愈来愈侪，嘛，让更加侪人有保健意识，更加注重食药啊。上北市的药局主要是伫个社区这种人口较密的所在，中南部药局是以大店面做多元化的经营，就是为着伫个这么竞争内面出头。上北市有一间药局，佫卖健康棒，是专门好要控制血糖还是减肥的人买。是一般民众，然后没有多一种选择这样子。那这个面包有带来，确实是有带来销售上、营业上的提升。提升的数据就大概是一成左右。用多元化去经营的药局，还有一间真有名连锁药局，伊是兼卖红婴仔的用品，让妈妈会当一摆拢买好交全。个药局是放足侪红仔声，大家入来看。周遭的邻居都会说啊，这是一家类似像大象的药局，这样子亲和度就会增加，让客人就说啊，这个药局是比较有活泼。药店是愈开愈多，每一个业者唔那是甲装潢改革更加现代化，嘛改做复合式的经营，希望更加侪消费者入来，服务就强强滚。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台湾的北部，还有东北部的飞机长的生态，新北市海洋资源和游园区对七冬前开始，就针对虎斑飞机来进行服务，已经放流50,000+只加20,000粒的卵哦，效果是阁袂歹。园区为着让大家来了解服务的重要，嘛开放大家来观察虎斑飞机是安怎交配生卵的，那么做伙来了解。外面这身躯像虎同款纹路的叫虎斑飞机，是台湾东北角的一种特色物种。看因伫底下来稳稳啊想，真心色。这个时阵嘛是因探种的时间，会使看到公的飞机、甲母的对调调的趣味情形。较大只的，伊已经有这个交配权哦，有已经配对成功的，伊的一天24小时拢对调调。啊，有时阵诶，某诶一两颗产卵，啊，所以因有时阵一天哦会交配几两届。教授表示，饲诶飞机会比野生诶有较长诶生卵期，通常对3个月到6个月，伊卖将收集来卵，刷到培育池。新北市政府自七冬过前开始，甲海洋大学团队伫新北海洋资源护育园区护育虎斑飞机。团队会看特当渔民的猎捕情形来放饲，特当带有加5,000-10,000的飞机仔啊，也是能来放去大海，维持一定的量，保护生态平衡。海洋大学这边有调查讲吼，大概这个数量范围吼，对生态吼，就是水产资源有增加，然后较袂影响到咱这个海洋内底生态的平衡。在地渔民嘛表示讲吼，每年捕到抓到的飞机的数量有增加的状况。它通常大概1个月左右就会孵出来。新北市海洋资源护育园区表示，护育的目的是要永续发展。园区嘛开放大人囡仔来遮观察，像即马来遮通看到虎斑飞机交配生卵，其他的季节麦当看到高亢酸蚵咧探种，近距离就通观察海洋生物的奇妙。记者台湾曾俊佑新北市采访报道。台北新品册店的信义店有一间24点钟的册店哦，因为客源问题，年底特别收起来。新品册店暂时宣布讲，新的24点钟的册店会换到松山分厂，未来望讲哦，大巨蛋开幕和东区如何努力，嘛来带动外头的空气。记者会办在诚品行旅，可能就稍稍的透露了，就是未来24小时书店它的一个坐落的地点。对外界好言，成品董事长吴文杰无阁走险，随时公布成品新的24点钟册店，地点是成品上烟店。3年前24点钟营业的成品敦南店停业，新店接手了后，阁因为客源问题，年底要来结束，所以选上烟店做陪伴读者的温暖空间。以后其实大家去看完一场午夜场的电影，就可以到达就是24小时的书店。希望创造就是让读者天天都能够来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吴文杰讲，未来上烟店24点钟营业，会当结合大巨蛋顶东区人口和上烟的生态古迹特色，带动新的读册人潮。出版业真肯定成品书店，并是咧推广阅读，认为24点钟的册店是一个真好的注册展示空间。松烟这个地区，其实在人流在成长，最主要是大巨蛋要落成。那对出版业来讲，有一个晚上可以消费的地方，对读者有个地方去，还是一个可以延续的一个利多。对网络册店变介绍，冲击出版业发展。
吴英杰讲，业者爱自论，若无最后作者、出版甲册店拢会受害，因为上印电视用台北文创租商场，未来是毋是会阁拄着租约到期？吴英杰讲，希望处处会当让成品的24点钟册店伫上印延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以白色恐怖为主题做的 VR 影片，无法度离开的人，在去年威尼斯影展得奖。台北教育大学美术馆和国家人权博物馆合作，在美术馆内展出这段影片，佮透过版画白色恐怖幸存者讲出因的经历，加一挂批信，来进行一个特别的展览，把美术馆变作是电影院同款，带观众亲切来感受那段受到威权压迫的历史。阿叔有啥物事较惨？会记得穿迄领长衫。电影无法度离开的人，用 VR 的体验呈现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的经历，讲人权议题。去年嘛，摕到威尼斯影展的最佳体验大奖。比如说从现在，然后穿越到1950年代，所以你好像就真的跟那些囚犯一样，在跟受难者前辈一样，就是在牢房里啊，好像完全真的是在他们旁边一样。用 VR 影像带大家下过戏剧甲实体界线，把苏美术馆特别改变传统历史文件的展览方式，规划三大部分，一个是无法度离开的人影片展览区，一个是吸受难者最佳的版画，配合回忆的口碑加书。家阁内底听的歌，呈现无多离开的所在，卖用造景的方式，予大家行入1950年代迄个时空。吼，迄个时代的受难者，也是伊的家属经历的迄个过程。但是伊唔是用一般的这款的文献式的说明的方式，吼，它是用一种情境的，特别是用声音跟音乐来呈现。我觉得这个非常特别。另外，展场也特别展出几啊项头一届出现的文物，亲像这个就是受难者吴冰灿家己伫监狱内底用包便当的纸做的遗物。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这个文物来讲人权议题，让大家去感受这段无法度离开的历史。记者连文曾俊游台北采访报道。传统的婚丧喜庆哦，拢忙讲会当办甲热闹，丧事嘛是同款。咱来看中华婚礼正式行的四丧面女主的世界团，白场办丧、新民出巡，拢会邀请因来到热闹哦。一礼拜六下暗的7点半，青春咱的网的节目，特别带大家来看到底这款台湾特别四丧面乐队有啥特色。流行的伴奏甲配对型变化，女主世界队当拍片地表演。看到真热闹的场合，其实这是丧礼的现场。在中南部是真肃详，厝内若有聚会是大人过身，这对这个家属来讲，算是办甲真惬意。因为阿伯哦，生前咧足爱热闹的，今阮只子孙感觉请你来，让伊感觉也较欢喜。这个1934年，世界对团购输入来台湾，然后在民间愈来愈时行，热闹的路线。协助乐队送别往生者，音乐风格在时代演变之下，即卖女主声乐队正做市场的主流。我拢是做一挂较流行歌。阮头先要用的时阵，我嘛是烦恼啊。假使唔知会接受啊未，先一条一条慢慢啊来安尼。结果用落的时阵，家属反应阁袂歹呢。那拄着大日，乐队在赶场演出，把握每一个赚钱的机会。在工作机会无济增卡所在，乐队工课有通领现金，会当予因照顾一家大大细细。赶场的时间哦，分分钟拢是咧手钱呢。迄啦，去到市场落去就是爱讲啊，迄面哪有可能有时间落去换衫？一定是爱你要去赶场的时阵，你就紧来穿穿的啊。唔，那是伫个别场表演，伫庙会西景的顶头内底，麦当看到女主角队整齐佮专业。而且伊嘛无限制演出的形式，因对家己也有搁较大的愿望。我嘛足希望讲吼，若有机会话吼，我会当真正带只妹妹因安尼出国外表演，你知？因为这对阮是一个肯定，啊嘛是我的骄傲。要安怎让传统找到出路，增加少年人的认同？有关女主角队当地拍拼实践这个理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台湾。来看南韩上大的跨性别活动——首尔酷儿文化节，申请要伫首尔市政厅的广场举行，也唔过予市政府驳回。
后来发现讲，市政府甲这个时段提供予基督教青年音乐会来办活动，引起及时的争议哦。也毋过，首尔市政府是阁阿未回应。今年南韩 LGBT 族群是咪甲以前同款参加伫市政厅外口举办上大跨性别节庆？首尔酷儿文化节已经无法度实现。主办单位表示，首尔市府驳回活动，决定场地核准予基督教青年音乐会。首尔市결정은똑같이하지말았어야지똑같이하지말았어야지이건해주고이건하지면안되지그거는그러면아까들불평등이라는게나올수있지首尔酷儿文化节主办单位表示，首尔市府안에做시기시이제뭐여러가지당연히많은이야기들이있고뭐서울시청도그에대한입장이있겠죠이제그것도다이해를하는편이고그럼에도불구하고사회적인약자들이조금더본인들의목소리를낼수있는공간이필요하다고생각합니다贵自从2015年开始办的酷儿文化节规模正多，暗过也渐渐引起抗议，够真是经历爆数。애들이보기에과한복장들이보기에불편했고그런것때문에선입견이생길수있을것같거든요뭐해결책을찾으려고하면같이집회를할수있는방법도있었을것같거든요예잘조율해서예다양한의견이존중되었으면좋겠습니다这么多年来，酷儿甲宗教团体相继争取七月七日伫市政厅外口办活动的许可，最后由三人使用，由部分是市议会议员的公民委员会决定。基督教青年音乐会由甲当地基督教广播公司 CTS 的文化基金会主办。音乐公开反对同志甲首尔酷儿文化节，佮表示选择一天办活动，并是为组织首尔酷儿文化节。若市政府也不将对驳回酷儿文化节做出回应。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美国的大药厂里来拜三公布因的阿兹海默症的新药啊，临床的试验哦，只是讲有效果，白人大脑退化的速度会当减慢35%，就算有一挂人哦会出现严重的副作用，甚至死亡，也唔过专家是认为有办法会当来减少这些副作用。这款新药啊，会伫六月底进前向美国 FDA 来申请上市。阿兹海默氏症正是大脑神经退化的一种病，得到这种病的人脑部会出现无正常类淀粉的两白斑块，含神经纤维结作伙的现象，造成认知、记忆、思考和行为的能力拢受损，定发生伫个65岁以上的族群。过去20年来，相关的药啊主要拢是用伫个治疗尽头，最近新的药啊是诉求要直接改变这种病的进程。美国制药大厂礼拜三公布新的药啊，会当让患者退化的速度减慢35%。Now intervene on the underlying disease process itself. Rather than just treating the symptoms, we may be able to alter 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 with a drug like donanemab. 内台报告是指出，讲因针对要1200个阿兹海默氏症早期的患者做18个月的实验，逐个月拢做这款会当清除已经病变的斑块的新药啊。结果到12个月的时阵，半数的患者拢无阁发现斑块，另外毛17%的患者病情是无阁恶化。但这种药啊，嘛有予脑部肿起来是出血的副作用，两个患者因为安尼死亡。But the risk, of course, is that these can extend.And develop macro hemorrhages, and that of course can be devastating and sometimes even fatal. So these risks can be monitored. 专家讲，透过连续做足真做影，通常会当避免这风险发生。或者是计划伫个6月底向美国 FDA 申请批准新药的上市。受到这个消息的鼓励，内达迄天的股价嘛大起超过6%，创新高。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下半波的天气，咱来看各管区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高33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高36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高36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高32度。华岛地区上低22度，上高30度。再来看未来三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播3点，咱再会。